下多啲上嚟咪得咯。問七二八得唔得啊？你有冇時間答多幾隻啊？再約你啊！係啊，我知你俾忙噶啦，我哋帶埋最後噶啦嚇。阿 Kel 想問我七二八啊，現價買唔買得過？點睇前景？佢話支持比比啊。Thank you。我又可以咁，又想講嗰句，其實我哋之前不嬲質地去計咧，就係一定揀九四一嘅。咁就算唔揀九四一咧，都係揀中聯通嘅。咁而九四一本身舊年下半年係我哋嘅八大金剛嘛，$46揸上嚟㗎啦。咁之前嚟計咧，都升到比較多，而最近又回得急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你要除非你覺得成個電信都會繼續炒。咁如果係嘅，你咪等低啲買只中移動咯。中電信我唔係特別有好感，除非你話喺一月頭嘅時間，佢做緊2.6，完全未升。咁假設當時佢未升，而中移動又升咗啦，你又確信電信股係有潛力嘅，咁你可以作買追落後咯。但係而家佢都升咗，由2.6升到3.2，喂！電信股嚟噶，公用事業嚟噶咋，咁所以而家回落咧就有啲尷尬，我就未必會喺呢啲位置買入去咯。係啦，我如果一啲高息股或者電信股，我傾向要等一等。而家似乎係一個急升之後嘅回吐或者整固，咁包括頭先啲銀行股啊、電信股咧，我都傾向等一等。如果唔係呢啲位咧就尷尬。你話係咪會跌好多？又唔似，但係咧上升嘅空間。上翻3.1、3.2，又10%都冇，又唔係好著數咯。